嗨，各位班好，我 J， 我是 Jess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准备要搭七八个小时的车到哪里呢？到那个日喀则。那我们今天会去羊卓雍措湖。那现在我们已经在羊卓雍措湖的算是景区的入口吧，上厕所。然后这边厕所就没有水可以吸收。刚刚其实我们进去女生厕所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已经有点小恶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些已经根本就有的就是便便嘛，一堆便，好不好？堆，是不是有堆起来的，就是一堆便，然后又有点臭，没有水可以吸收，然后还没有水可以冲，然后还没有水可以洗手，所有的一定要带湿纸巾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刚刚一路已经开始往山上走了，然后真的是觉得风景还蛮美的。嗯，那等一下会到羊卓雍措湖，很漂亮哦，那个水是超级蓝的，真的好漂亮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对，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，准备又再出发了。对。就是大概还要在一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大概从拉萨出发到现在已经搭一个小时的车，对，然后所以差不多在一个小时就会到羊谷了。这样咯，好，就这样子咯。Let's go. Your love is my skin. I wear it, I swear it's my purest self.